欢迎回到颁奖礼的现场，马上颁发的是演技奖，首先要颁最佳男女配角奖。哦，这个奖今年激烈，非常激烈。你看有谁？名单又有汉伟，我觉得汉伟他很厉害。汉伟演主角他入围啊，演配角他也入围，而且更厉害的是他那部戏的主角没入围。我跟你讲，所以他是很稳的，他不会紧张 的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应该要更紧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今年入了三个奖项啊。对啊。啊，一个就是最佳女配角嘛，钟情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一定要紧张，你为我们主持人争光，对，知道吗？因为第二个奖项的最佳主持人呢，有我跟郭亮，你就比较没希望啊。所以这个奖你要让一下，好不好？其实还有几位很紧张，比如说美心啊，美仪在不在啊？还有勋平啊。还有凌晨，他们年轻哦，年轻，所以希望赶快拿奖，可以奠定在这个演艺圈的位置嘛。那资深的丽珍不是更紧张？他输给他们怎么办？对，其实比较稳定的应该是速成大哥。怎么说？四五十年拍戏，他不在意这个奖吗？哦，那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更厉害了。哎，因为啊，他的人生比戏更精彩，那个就是陈建斌。他还在乎什么？所以最紧张应该是琼瑶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！他呼声高嘛，是不是？琼瑶紧张吗？慌了。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首先颁发最佳女配角奖。欢迎台湾金马奖及亚太影展最佳女配角林美秀，红星大奖及台湾金钟奖视帝李明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美秀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明顺。我们今天要颁发的是什么？最佳女配角。最佳男配角。是，请问一下，主角跟配角他们的关系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主角跟配角是相关。我们用美食好，好不好？来形容。我觉得新加坡有一个美食非常适合来形容这两个角色。嗯，就是海南鸡饭。哦，对，鸡肉要粉油粉香。对，是。我觉得重要的是，鸡饭如果少了辣椒，就不完美了，就少了那么一味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辣椒做得好的话呢，是完全可以提升这个鸡饭的美味的。是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选的是台湾小吃卤肉饭，萝卜饭。哦，好吃！你萝卜要卤啊，卤到油跟散的吼，安尼卤之后会香滚滚啊，跟嫩嫩的这样子吼。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个米一定要香又 Q。对不起，我们可以播吗？这个可以播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。欢迎到台湾来吃卤肉饭。对对对对。总之我觉得啦，是如果配角啊演得好的话，观众是绝对可以让他跟主角一样出色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入围的女配角，好，有哪几位，好不好？来，入围的有老公，我爸爸叫庄大狗，我是庄大狗的女儿，我叫庄可怜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好像是我儿子带我来的。是我在无理取闹，那你还管我干嘛？回你的兵营啊！对我漠不关心的老公，我不需要。走。不要动我了 ，baby 回头我就不会痛了。你看我的肚子胀大，我的肚皮都快被撑破了，我辛苦的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人管我了。你这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又手又脚，干嘛不去工作啊？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，你不能走。小姐，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哎，你看那里，不进就不进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很庆幸我没有把你打掉，一定是上天要给我多一个机会来弥补你。对不起，是妈咪错了，你原谅妈咪好吗？哎，
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啊，本来想搞一下气氛，现在不行了，因为 overrun。刚才之前是谁啊？讲这么多话啊？美秀姐难得来一趟啊，要多讲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跟你说，闽南话不能说。对，真的、哦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你台湾来可以讲，可以讲。我真的不知足罪。好，我们来公布一下啊，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。刚刚我进来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一定要她拿，真的是她拿，钟情。哇！恭喜钟情！钟情！钟情获得了第一个演艺奖。她第一次入围就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。今年呢也是十大最受欢迎的最后一座奖项，有望拿到两座，最起码今天晚上有可能是双连冠。恭喜钟情！心情很开心，也很害怕，其实现在心情很乱，因为想不到我会拿这个奖，觉得因为自己演戏方面还有很多不足，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，要跟卫国先锋的整个剧组分享这个奖项，尤其是我的家人我的男朋友方展发，我的弟弟 Desmond， 我的儿子 Richie， 还有我的好朋友美心因为你们太给戏了，所以我才会有戏。谢谢你们，也谢谢监制龙敏，谢谢几个导演Doreen Martin。建廷、家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 恭喜阿健、钟情，最佳女配角，请两位继续为我们颁发最佳男配角。